耶，可不可以今天要来看这台车？什么车？尼桑车。尼桑。天哪，这是一个住在林口一个黄先生。天哪，这是 Sevilla 吧？啊 ，Sevilla， 我刚打啊 ，Sevilla， 刚没有，刚天哪啊 ，Sevilla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这台就是下一次加一台的公益车，这是林口哈、哦、黄先生捐给我们的，要当做公益车，因为也是我们的粉丝啊。他说他因为他我问他老婆的爸爸，因为叫做老婆的爸爸叫什么丈夫、岳父岳父对啊、哦、岳父托给他照顾了啊。后来他说因为太多台了，他说啊不然就这一台就直接给我们这样、哦、捐给我们。哎，说的影片我会请泰山把那 VCR 抛出来给大家看，耶、哦 yeah，科比又来了，好，科比又来了，今天要来估这台车，嗯，也不算估啦，一个林口热心的网友，他把它捐出来当公益车。换个角度想，那如果他换新车去卖掉都没赚多少钱，反正他说他捐出来当爱心，改天我有能力的话，我要多做爱心。是啊，你要把你的花光捐出来，花光捐出来，我想想，就是那个住林口啊，黄先生这。用这台车当过公益车，那、啊、你怎么得知我们这个？你有在看、啊？我平常都有在看 YouTube 的频道、哦。对对对对，谢谢。那我稍微看一下。是这样的。谢谢谢谢。刚刚我看了一下里程数，好多少？七万七耶！哦，七万七，第一板件什么应该都很漂亮啊，引擎你看这样看一下都还不错。这个螺丝啊，我刚刚稍微看一下标线，应该都还在，只是前面没有碰撞，不错，蛮漂亮。你要看一下里程数。姐。一触即发，对，一触即发，有还快满了哎，除非高逼那个都还快的耶，啊，这个都还在，都没有缺的，你看，多爱护自己的车，好，看完了，这次看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看嘛，到时候哈、哦，今天要售出，我们就可以跟人家讲说啊，有没有换过板件是怎样，看起来都是原板件，第一跑少就是一定状况都很好，轮胎就要换的，对啊，他真的没什么再开的，嗯，2007年到现在。那我去拿刚才的来洗一下。好，好。好啊，已经看完了啊。好、哦，再次感谢那个黄先生的那个热心公益，把这台车捐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次跟他感激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隔壁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还有空。来店里坐一下，对啊，可以来店里坐一下，对啊，好好，谢谢 ，OK OK， 那就要被店里，对啊，直接，对啊，就可以开了，啊，我开吗？还是你开？都可以啊，我开也可以，我开顺便试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，对啊，啊对啊，我顺便试一下，啊，今天要干嘛你知道吗？有位置赶快顶起来看，利用时间，我赶快检查一下，我那天有开过了，我发现哈，它，我以为是引擎啊，后来不是。有了三角沙地卡，沙地卡下面下面一沙卡沙卡的点我不顺了、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后面那三只的火星塞了，布拉布啦，来来来看一下，走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嗯，那它还是有一些小刮痕。为什么它的刮痕的形状都那么奇怪？这个形状，这看起来形状，这比较像你打到的吧？不是、啊，对了。那天看啊，嗯、欸，那天开的时候啊，嗯、欸，哦，沙机沙卡我都没惊，哦、欸，底盘如果有声音我没惊，我总惊是夜店。啊，对啊，听很久了啊，这个轮子超久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加07117啊，零七，我靠，周期跟年份嘛，所以一路我都是最外侧这样开的呀，13年了。我们今天要请专业的来吗？要吧。我先看一下，这边就有人看。我看，哦，我这种大外行一看就知道。下过雨，真的就拉嘛，就这么硬的。看起来全动作好，可是我开起来好像底盘小爆声啊，不是很严重，可是还是有声音，稍微空空空的。以前嘛是看到有开几米高啊。好，我们是外行看好了，我请专业的来。所以现在要看什么？看老油就都是老油，漏油，这欧油吧？这看起来像欧油啊，就后驱走油封啊，后驱走油封。一个没多少，可是工资比那个贵太多。方向机油在漏，抛啊！哦，这边在漏，所以漏才会造成哇，你这些防尘套都油油啊。对啊，防尘套都有滴到油，滴油啊！靠，
来快一点，我六九点，九点，九点。像这个是从上面下来的，就是那个动力方向机的油。对啊，那个也是。黑子油，黑子捞来啊，那就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了。那你们变速箱这边的油封漏油，往哪里换掉？我指一下，好，你指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吗？直接啊，嘿嘿，对对对，哦，黑油封，所以这个是油滴下。对啊，那都是油封啊，因为时间滴下，对，因为这个不用油啊，可以混封啊，很明显是系列嘛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，哎呀，是第一个在考过来，所以这个东西不会坏嘛，会坏的就会漏油，可能就是这个嘛。好，啊，这个没有断掉。17年了嘞，你不能要求那么高嘛。漏油的部分可能处理一下。油封的东西其实都不贵，贵在什么公司？有些像那个要把它拆开，在引擎里面跟变速箱啊拆开啊，才换得到再组起来。那公司大过于那个，都比那个材料还比较贵。啊，这个车哈，如果你真的要开啊，我就建议啊，不管怎样哈，引擎部分假设漏油都不花钱也可以，可是可以开，就是可能要定期要看一下油的。这台轮胎不管轮胎一定要换，这个。轮胎是安全的东西，这个不能开玩笑。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碟盘啊，你这样动物脚高啊，没有刺钩，都很平顺。其实这电瓶一看就知道很新了，啊，因为它是 V6 嘛 ，V6 就是这边有三颗 plug， 啊，后面这一面，其实一般来讲，为什么它修理厂都懒得换？为什么？他要把这个歧管拆掉才换得到。嗯，所以很多都懒得做，就是前面弄一弄，只换前面而已。对方发起来引擎不太顺啊，不顺的话就觉得很抖动。嗯，一直抖动，一直抖动，对啊，所以这三颗就是可能就要换一下。上面看起来还不错了啊，可是都是肉都在底下，因为它也跑不多了。上面再看下来，真的还蛮干的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。油封它是这样啦，它也不会说一次这样一直用喷的这样出来，可是它就慢慢的油气到最后开始渗油，到时候看慢慢越来越大这样而已。我常讲，如果你是人为因素，才有可能造成大量流失，比如说你的泄油螺丝没有把它转好。掉了就马上喷光了，或者是那种机油芯锁上去忘记锁紧，用手锁这样而已。可是它久了就掉下来，油就喷光了。不然通常不会说一下子没有油了。它这个是 HID 的嘞，这没有，这个那时候是高阶的，差不多就 HID 了。会有贴纸的，一般都是一定留的。对，我记得在几年前啊，如果你去原厂哈认证出来，它还是可以去变更成 HID， 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就是光型啊，什么光型而已。可是那个一定要鱼眼才可以验得过，不然你这个都闪光不行。对，它是原厂出来，它有去调校过了啦，可能就稍微再保养一下，轮胎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当时的那个英凯泰。是靠这个发机的，那时候这个卖的比奔驰还好。对，这个车卖超好。等一下有天窗，我有开好的后遮阳帘，这阅读灯，而且天窗，你看这是好的啊，你看超顺的哦。哇！可是有一个，这个这边有一点裂掉。啊，那个啊。对啊，到时候科比手缝。冷气，你说冷不冷了？赶紧关气，我跟你讲。后视镜是电动收折的啦，啊，这个他说啊，对啦，他有说啦，这个音响部分坏掉了，他应该之前他可以联动这台主机，嗯，就关。哎呀，就关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我们要证实一下是好的，它空间真的很大啦，对吧？真的很大。我这样，我的坐姿就大概是这样，对啊。所以泰山，你坐后面应该也可以。这个比较适合哈，如果家庭啊、小孩啊，你看。啊，三四对啊，没有，最少三两三颗啦，三颗，对啊，人家之前你看手动，对，有没有酷吧？有后出风口哎，有几个东西我注意看它，这一只它已经对下垂，全是不举了，对啊，其实这个不会是影响，只是说美观不好看而已啊。老爷爷裸奔，猜句成语，永垂不朽。哦，真的啊，当时你看这个多帅啊，你看，哦，有没有？哇！一只姐姐就是跟他偷鸡，我看这姐姐偷鸡班，对吗？咖啡，他真的十几年了，这个还顾得不错，都没生菇，都没创伤，也没有裂掉，现在要比这个大的，我听说说越新的反而面比较大，因为里面的空间越缩小。好啊，今天就检查到这边了啊。这个 Several days later， 你们这车呢？正错，是错，是什么？烤耳派呀，烤耳，对啊，烤耳派没有了，你不知道啊？烤乌鸦。咱有圣巴斯，你袂记得啊？啊对，对，我你给钱刚收伊啊，所以即马人无用，你就随便记得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没有忘记啊，没有忘记啊，熊熊忘记啊，熊熊对。因为吼 V6 嘛，你就知道嘛，前面三缸，后面三缸嘛。一般来讲，后面三缸无人去用，为什么？太难换了，他把头卡一堆跟他刷嘞。所以那也是被人家遗弃的孤儿。
没办法。假设一条 Plus 五，哦，300块啊，后边必须假设好一条两条三条三条1000块好啦。刚几多还收1000的啊？喏，哦，那 Plus 五才贵了，有没有？嗯。所以通常都是换前面三个，后面就怎样？放掉。节哀顺变，啊没有了，看你的运气啊啦。哦。啊，你讲的比赛嘛，解散的啊。他无，但是安尼点火比较不好，就觉得戳，哎呀，一直戳，一直戳，一直戳。我试一下刹车会不会抖？还好，不会。还好。对。哇，这个车拿来当业务车来跑，我觉得蛮伤的。哦，耗油。对，带家人出去这个开来讲 ，OK。啊，你如果真的跑业务车，我你讲，他北七专车，他车这真的就不适合呗。比较适合就是跑比较长途一点会比较好，会更省油。对啊。欸、很抖哎、欸欸！我已经打空档了，地档会更抖。还有今天派奇啊，然后抬头了，你看我刚遮住了。这前面很厉害的是吧？他都是有抬头显示器。他是这边找不到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就给他个鼓励吧，这样。没啦。没有看到。哦，你那只好黑哦，好丑。欸、我是好奇，这边在电档，在播电呢、啊。电动按摩椅啊。它是没电还是那个、啊？这个忘记没有，没有电了，没电。有了绝缘的没有拔出来？应该有了，没电了、啊。你看按摩椅，你知道它怎样用吗？它就用马达，更啊，就最马达的啊，偏金轴啊，转动啊，那个啊那样。所以这台车底盘没什么限制。对啊。它顾得很好啊。老车啊，我这个老车啊。就是老，哎，就是爱老，哎，不管啥拢爱老，啊，一寡老油啊，老，老一寡水啊，那拢是正常。啊，人嘛是啊，老拢是爱老单嘛，啊，我讲这讲话讲讲，先拢来滴落来，食老三麦嘛，啊，哈稀老哇塞嘛，放屁兼闪，哈哈哈，买得空啊，哈，啊，多几个我们唔知啊，我未记哩啊。啊、还有一个的、啊，这个是永垂不朽的。所以、欸、我发现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就、欸、是裸就败，就败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有人来看车，他说他180几，他说他开车啊，因为他要当计程车，他开车又不能太后面，所以他的脚变成太僵弯，变成他脚掌要弯这样，踩刹车这样变成这样。对，他说停红绿灯就丢给你了、啊。大车啊！可是你也知道嘛，计程车要省油一点点，太大又觉得他还要油。所以很尴尬，我说他比如说像仙草那时候是可以，可是哈、哦、他高，他会被这个视线挡住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这样嘛，这个视线会被他的高度刚好看到哈、啊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谢谢姐最后？对啊，我短小精干，现在大而无用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大胸多哈，我现在无用武之地特别出来，短小精干的虚的啊，哎，反应足紧的。好了嘞，外观哦、喔，外观，它的外观说实在的没有特别的好了，就是大概就是都是小擦伤嘛。如果你要烤漆的话，再帮你协助了。你看，2021年新春第一炮，好，我们献给这个慈善车、欸，真的啦，这个今天还用了，就不管它哪把现在给处理后，对啊，现在处理后，其实你如果外观没有很讲究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不用特别去把它烤得很漂亮，我就觉得也可以啦，看你个人弄好可以开久一点，我觉得 OK。啊，如果你不弄，我觉得内装其他还顾得蛮不错的。嗯，对啊，可以持续下去，可以再开个，再站个几年应该都可以。但直接有钱也较凶哦，先跟您讲。哦，对啊，好，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嗯，好，留言我才可以做更多，跟着慈善车越来越多。哈，可以每个月最好是每个月一台。对，有些好像每个月对啊，每个月一台。哎、欸，也要靠大家啦，对啊，对啊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一台一台做下去。好啊，要 K。拜拜 ，OK 了、啊、，OK 一项 ，OK 的行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
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不过我杀嘞！哎、欸，大家你看，嗯，你觉得这个如果要卖，卖得出去吗？可能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了，不一定啊。如果喜欢的，记得、哦、留言、哦，我就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了。哦，还是说位置要更换都可以哈、哦，科比放上面了、哦、啊，还是泰山放上面了、哦？对对对，类似这样。我就只能在下面。你看下面干嘛？看一下。哇，哦，还要处理了耶。对啊，处理了呀，处理了呀。妈，看这样看其实。还 OK 呢 ，OK 啊，人烟斗穿衫拢帅啦，你知无？一个只衫无关系啦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拜拜啦。